创建您自己的钱包，以充分使用 Bitcoin Vault 的全部功能。首先访问 bitcoinvault.global 网页，根据您的操作系统选择并下载钱包应用程序。下载后，安装自动开始。服务器连接窗口出现后，点击自动连接 Auto Connect， 并点击下一步。现在您需要设置钱包名称，在本视频中将统一称为我的钱包。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设置名称。请选择生成钱包类型，例如您可以选择一个多签名钱包，该钱包可由多个人管理，对企业而言是很好的解决方案。如果您是初学者，我们建议您选择标准钱包，它将满足您的所有需求，并能够接收和发送 Bitcoin Vault。 现在该决定是创建新种子，还是用已有种子来还原钱包。种子是对钱包中的密钥进行编码的一种标准方法，通常是由特定顺序排列的12个字符组成。如果这是您的第一个钱包，请创建一个新的种子，点击下一步。现在安装向导将要求您选择种子类型，有两种地址类型，隔离见证和传统，它与您要执行的交易类型有关。选择传统，您可以确保它与所有可用的交换服务都兼容。现在该程序将生成您的种子，请记住它非常重要，该种子组合可让您在计算机出现故障时找回钱包。如果您丢失了它，您的资金将永远丢失。将其保存在纸上，记住种子的顺序很重要。您写下种子了吗？现在请在这里输入，该程序将验证您是否正确保存了种子。重新输入时，单击下一步。现在请在您的电脑上选择一个密码来保护您的钱包密钥。当有人偷了您的设备或钱包文件时，这将变得很重要。这不是必须事项，但我们仍强烈建议您设置。记住，尽可能的加强密码难度，使用大写字母、数字和特殊符号。终于，钱包创建成功。现在，您可以转移您的 Bitcoin Vault。怎么做？我们将在下一个教程视频中进行说明。敬请关注。